是谁家的姨妈巾跟香水贴衣柜里留香的？卸药，衣柜全毁了。还有什么洗衣服前喷点香水就能持久留香，真的是一点味都没留住，白瞎我这么贵的香水了。要我说啊，那些网络达人不懂，真的不要瞎建议。要想衣服上持久留香，你直接用这种洗衣液把衣服腌入味不好吗？这款超能花样萝卜洗衣液，我真的是夸累了。淡淡的蔷薇花香，闻起来就特别高级，跪求超能出一个同款香水好吗？关键是它里面还添加了生物酶科技，可以直接深入衣服纤维去污，什么油渍、汗渍、黄渍，还有不小心弄上的姨妈，以及时间长了都已经发黄发硬的陈年老污渍都能洗掉，还贴心的做了低泡式，就很容易冲洗，比一般的洗衣液更加省水，勤俭持家拿捏了。这里面呢添加了生物柔护因子和天然椰子油，成分天然，一点都不刺激，洗出来的衣服呢都是软乎乎的，自然晾干呢也不会皱皱巴巴，就很适合咱们来洗贴身衣物或者是宝宝的衣服。怎么说呢，这一瓶啊就集齐了洗衣液加柔顺剂加留香珠三瓶的功效，属实是不要太划算啊。口说无凭啊，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，这个白 T 恤上我倒了什么奶茶、酱油啊，还蹭了一些我们女生常用的口红粉底，来模拟我们日常当中遇到的污渍。我来加水搓一下啊，就这么轻轻搓一下啊，你看干干净净的，闻起来也是香香的，很治愈，感觉心情都变好了。正好现在奈斯魔力妙洗洁超能洗衣液呢也是推出了超多优惠的活动，送的比买的还多，这还等啥呀，这种生活必需品还不赶紧趁着大促多囤一点。